你怀疑我刚刚穿越了？不仅你阻止了车祸，我还在线磕了几个 CP。做个梦女传人，你以为想说呢？七叔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每次你遇到危险的时候，我总是会害怕失去。我不是这个世界的技术，而是跟你一样，是在现实世界的技术。要让你们悄无声息地消失三天一个时间。对于我来说，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。我不希望有一天我出来了，你却出不来。孙琪，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。